사하니까 승마도 타하고 깨져라 깨져라 약봐 내가 보지는 잘 一毛钱一斤啊？一毛钱一斤是坏不了。哦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给你一毛钱一斤呢？哎呀，从前前就开始一毛钱。前前开始？哦。赚两钱。哦哦。原来的是二十三四毛。那个两毛。哦。两毛持续了多少天啊？两毛持续的是减仓，就上了7毛4分钱收了，7毛钱收了一千。七毛钱收了一天？哎，都没有。三毛钱收了两千，都是说了，造成2毛钱，你说就是。哦，前2钱就是1毛钱了。哦，1毛钱相当于完全都没法够劳动力。那大部分就不必了，就你这一筐。哎呀，主要是不要打赌，我碰着真停不下来，我也就碰一点点就不要了。哦，碰一点点。哦，哎，这个光碰，我又不想去碰一下就不要。就不能收了，哎，不要了。这里在路边又甩了一堆，看一下，你看，这么嫩，这么小的，直接搭到路边了。你看一下，这就是他们村里面采摘的西葫芦，然后直接都倒到路边。你看这个西葫芦，看这个西葫芦这么嫩，为什么倒到路边呢？你看这个既不是品质不行，主要就是现在销售不出去，然后收购一毛钱一斤。猪黑酸，免费猪黑酸。国家要求做核酸，必须做核酸，做核酸，免费做核酸，全